该不会就是这群人吧？而且他们还拿到了新船奖，我一起来看他们的表演吧。名列八大艺术之一的舞蹈种类非常多元，有走性感路线的肚皮舞、狂野奔放的钢管舞、古典优雅的芭蕾舞等等。不过据说有一支舞蹈团呢，靠着另类的表演混搭出名气。走，跟着我去看看吧。在嘉义，我打听到有一群女人，她们巾帼不让须眉，勇于挑战啊，挑战传统。据说她们用舞蹈结合不同国家的文化呢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表演方式，很厉害吧？哎，现在来到一座庙前面。该不会就是这群人吧？而且他们还拿到了新船奖，我一起来看他们的表演吧。我们的观众来了，哎，骑脚踏车对的哈，是，你们非常慢，非常慢。你们是嘉义人吗？嘉义是在地，在地人是啊、哦。你们知道有这个舞蹈团体的表演吗？啊、有，是第一次看吗？曾经看过，是。那今天是算是第二次看喽？对，因为有听到风声说那个什么风声，就听到风声说那个、哎、这个节目要来这里做这个节目，所以要来采访这个。哦，那个火焰舞蹈团，就是你就是一听到风声说我要来就对了，对，你就直接讲就好了嘛。哎呀，你是原来是我的粉丝啦，哎呀，像我对人家怎么好意思？我是采访人家嘛。啊，我问一下，你看了这个表演的感觉？哇，颠覆传统，颠覆传统，勇于挑战。因为一般在那个庙会看到的都是男生，哎，对对的，然后都这样，然后哎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加入哎。然后小哥，你刚刚那个裤子很好哎，哎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你刚刚那个再来一下，哎呦。脸谱拿下来那么漂亮，你看，对嘞，所以颠覆了传统哦。哎，不错哈、哦，这个算是刚柔并济的感觉。先不论他们这群娘子军跳的是什么样的舞蹈类型，光是这一身装扮就够吸睛了。什么？要邀请我到舞蹈教室参观？好啊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喽。对了，这是我们的 circle 部分哦。好，来了。那 OK， 好，把你的右脚先点住好了，我们先做提胯的动作，不要翘那么高。我屁股翘嘛。好，预备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停。好，请你脚往后，来，我们换边，再一次。一二，很有天分哎。七八，哎，不错。除了有一些天分之外，我想这叮叮当当的腰筋也是一大功臣，让我跳起来呢更带劲。虽然只是练习基本功，但扭腰摆臀的频率也快到让大家疯狂啦！跳可以，这位是哪位？那是我们老师孙姥姥。老师，跳这肚皮舞的运动量非常大哎，对，非常大。可是他的身材是这样子。啊！我是伊索比亚难民。老师，这个肚皮舞是不是有点肉肉？对，对不对？我在埃及的话，我这个还算是不及格的。真的，因为肚皮舞娘其实是要肉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非常之不及格，非常不及格哈，最不好的学生。哎，这是台湾版非常喜欢这个。是。那你要教我什么呢？然后把肋骨打开，然后把肚子推前进。OK， 再把你的胸口肋骨往下放。对，下。对。这很难，对，你下巴稳定，难怪这是一个女人代表很性感的，因为基本上现在随便路上走10个女生了，大概有6个人都会喂。
对不对？真的、啊，真的啊。就突然间，突然间你经过的时候，你想说，然后就吹个口罩，一吹口罩，突然间有六个女生给你喂，就每个人都就喂，喂不是全民运动哎。好，来，你看没有？你看没有？你看没有？热爱舞蹈的孙姥姥为了将兴趣与事业做结合，成立了舞蹈工作室。除了能够一圆自己的舞蹈梦之外呢，还希望可以让更多喜欢舞蹈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。而孙姥姥的肚皮舞团在嘉义地区是众所皆知，虽然才成立短短五年，但因为要把八家将和肚皮舞完美的融合，因此邀约不断，也曾到日本大陆地区表演。你看，我们现在从头到尾这个肚皮舞跟刚刚那个这个 wave 有没有都是很女性的？是的。那八家将对一般来讲是民间信仰，他们那种阵头里面是比较阳刚的。是。突然间弄八家将对，你们怎么可能这样？突然间一个 wave 然后就，一个 wave 之后然后就七星步有没有？就开始七星步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当时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也是因为两岸交流啊，也是因为一个大趋势。那你们一开始有没有受到什么困扰？其实我们在结合的时候没有感觉，但是后来在呈现的时候有被观众看到，然后他们就是录起来PO网。是，有没有一般的八家将会很反弹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唱这样会啊，这温州就会推他那种都不行啊，啊，你打个胃服啊，对不对？都有说八家将。我觉得我们缺一个主角，你绝对是胃服。不是不是不是。我觉得一定会有这种文化上的，就既定形象上面被冲击嘛。对。后来你们怎么说服他们？用我们专业。专业表演给你看吗？是。那个开年。因为我们必须是马上转换一个表演的形式，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化脸。而且在化脸来讲，在属于宗教里面，它其实也有一个尊严，然后要一个规矩在，一个禁忌在。你如果化下去的话，你有很多的不能够做的事情。好，那怎么样呢？人家知道你是八家将，所以用面具吗？用面具。哦，所以。而且我们在一个舞蹈里面有肚皮，有八家将。当我跳八家将的时候，我面具马上戴上去。那跳肚皮的时候，拿下来又是一个娇滴滴的姑娘，微笑着看着你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娇什么？娇滴滴。你如果觉得我不够格的话，来娇滴滴。哇，娇滴滴哦。那你比较没办法。要创新，要融合，可不能随性组合。孙老师到埃及、美国学习专业的肚皮舞，再回到台湾把传统文化的元素加进去，已经多次带领团队参加获奖了。在2014年的中华文化艺术新传杯竞赛当中呢，孙老师的舞蹈团就获得了传统艺阵的优等奖。我是张目结舌，瞠目结舌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虽然是女生，他们身为女人的身体，然后呢女人的形象，但是当那面具戴上去的时候，那音乐一下来配合他们的动作的时候，我发觉还蛮威猛的感觉，是有一种很严肃的感觉出来。但是呢，一换个音乐的时候呢，当他们露出可爱的脸啊啊，摇摇脸的时候，就开始闪白了哦。女人之间的社团，但是呢，他们在这个表演上面呢，除了用舞蹈，或者说加上我们这个民间的我们一些民族信仰的一些宗教信仰啊，这种团体的模式，大家会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做出更创新的表演。难怪你会得到新传奖。谢谢。够了够了，这个只有我 Q 的时候才可以，好不好？我经过路上看到很多的女生好漂亮，我就看到没有？由孙嘉荣老师领军的火焰舞蹈艺术团带来的阵头肚皮舞，掌声欢迎。今早的好比让我来识识你，是天公的好意。关公的日期好比讲笑眯眯，咱来变天机，心绝对无心机，将心苦台湾，用心爱台湾。
之大，无奇不有，福尔摩沙五花八门，跟着我的脚步，给你超乎想象的台湾 Daily。